编程就像。一点，我是一个时常在电脑跟前的程序员，也是一个身高2米的山东大汉。大学体育专业的我，篮球是我刻进血液的爱好。我初三就长到了190，那个时候教练让我打中锋，但我偏偏喜欢投三分。三分球的风险和收益并存，每次投进都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惊喜感。我觉得任何一个爱好一旦成为了工作，兴趣就很容易被磨灭了，所以我尽量选择与篮球毫无关系的工作，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开心地打下去了。我是一个主动行动派的人，拒绝无效的关心。与其打字说今天下雨你记得带伞，不如下班直接去公司门口接他；与其说多喝热水，不如煮好红糖水备好暖宝宝给他。作为会下厨的淄博人，淄博的美食绝不止烧烤，淄博酥锅、淄博炸肉，我都可以在家给你做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就是你的私人大厨。